致全市各企业书，向全市各企业表示衷心感谢，向各位企业家和广大企业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。当前本市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，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，为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，根据国家政策，本市将针对当前需求出台扶持企业的综合政策，支持企业发展，减轻企业负担，同时也恳请全市各企业进一步行动起来，认真落实各行业防控疫情规范要求，继续与全市人民一道共克时艰，坚决遏制疫情蔓延。希望各企业切实履行本单位疫情防控责任，主动配合各区做好来沪员工健康信息登记和管理等工作。希望各企业尽量安排员工错峰返沪，科学制定复工复产计划，灵活安排员工分批返岗，鼓励结合各自实际，采取弹性工时、远程办公、居家办公等措施。